然后今天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火车广场，还有一些非常具有古老艺术气息的一些建筑，就是让我觉得就是非常有重金属感和艺术感。那这次在我们这个活动中呢，这个园区里面整体的这个观感的话，可能动力火车这个园区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也像老师所介绍的，我们在这个首先我们这个保留了很多工业的这种设施，还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结合，其实非常符合我们七九八艺术区或者七五幺艺术区的艺术那种感觉。然后在后面的活动中，也老师们也介绍了说我们有些很多的打卡活动，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打卡活动来更充分的来逛我们的园区。就如果大家他是一个自己出于自愿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他其实是想要对一个北京的文化以及这样的一个艺术园区的文化想要做一些了解的。如果我们说自己平常周末单纯来玩的话，其实他很难更加深刻和更加系统的了解到这样一个园区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做一些与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多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是对他们有帮助的。